我来。咦，我什么啊？你没看到大家都在等，还不赶快去见娃娃姐？你的娃娃姐，哎，你是新来的妹妹啊？以前没有看过你。对啊，这里有娃娃姐超好吃的，我从他们在士林夜市的时候吃到他们搬到这里来，快十年了吧。我们是老字号，讲求真材实料。你看，我们偶尔比别人大颗，青菜比别人多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酱汁是独家配方。哇，牡丹婆有训练过哦，跟你讲的台词一模一样。对啊。哎，牡丹婆变年轻喽，头上还戴着金光闪闪的头箍，也漂亮喽。谢谢。哇哦！最近奇迹变多了耶、哦、嗯，你明天要干嘛？还没想到啊，你问这个干嘛？没有啊，明天我有事要找你。你想接受惩罚吗？惩罚？什么惩罚啊？我罚你画一幅画给我。为什么？就是画一幅画嘛，你还啰里吧嗦的。哦、嗯。